秋天是一年之中最舒服惬意的季节，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来说，秋天却十分短暂，因此显得非常可贵。趁着凉爽的秋风和明媚的阳光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最好不过。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。提起瑞士这个国家，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，手工精湛、价格不菲的瑞士手表，安全性极高的瑞士银行，种类丰富、口感丝滑的巧克力，风景秀丽、几乎没有污染的自然风光，这许许多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独特优势，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瑞士旅游。根据 World Data 的统计，2019年全年来瑞士旅游的人数达到1182万，创造收入212.6亿美元，相当于瑞士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.9%，人均消费约1800美元。看到这个数据，我只能说，贫穷的我从瑞士的全世界路过。这次我们去苏黎世乘坐的是瑞士航空，它是星空联盟的成员之一，舒适度和满意度都不在话下。从华沙前往苏黎世往返机票价格在人民币700元左右。疫情期间出行时需要持有有效的新冠检测结果或者疫苗证书，入境时需要出示提前填写好的入境申请表。苏黎世美术馆是由瑞士著名的建筑师卡尔·莫瑟和罗伯特·库热设计，并于1910年最终建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博物馆原始部分的内饰是由莫瑟以精湛的新希腊式分离派风格装饰，而立面上的潜伏雕是莫瑟的长期合作者奥斯卡·凯菲设计的。苏黎世美术馆是瑞士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品博物馆之一，拥有从13世纪至今的约4000幅绘画和雕塑，以及95000幅版画和素描，约1000件艺术作品永久展出。其中包括除挪威以外最大的蒙克画作的收藏和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最全面的作品收藏，还包括从莫奈、毕加索和夏加尔到科克施卡、贝克曼和柯林斯的印象派以及古典现代主义画作。展馆周二至周日对外开放，可乘坐3路、5路、9路电车以及31路公交车直达。
是的，大肩上骑 scooter， 跟一骑绝尘，直接飞过去，呜、哦，这速度不咋地呀。咋，差不多就在走个几个车，差不多走一个450米。
我们要玩这个，晚上我们要玩一个拼图，感觉这个拼图是对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国外的拼图就是这么琐碎，连后面连个编号都没有，全是灰色。然后我们拼出来以后，它会是一个小刺猬。当当，期待一下吧。期待一下。OK， 你把它倒出来吗？还是就这样？你就把它撒床上呗。可以。哇，搓麻将的感觉找到了。